节目十一点，对，十一点，节目在十一点。还有一个舞蹈，还有一个舞蹈。啊，结束就是趣味竞赛了，啊，之后就会领奖了。家政应该也不用特别你照顾，如果去讲究。他今天不太舒服，对不对？再给他，好，上次等下给你们带完了。我刚好在外面。没有，我知道。对呀，所以你要拿下来。我练。